de Paulo, autor.这个就是三流烟，三流烟，这个是贝卡。哦。听到没有？三流烟。熟的哈，豆豆两下，它掉一下就开热了嘛。这是德卡。它这个德卡的，你看。容易开的中啊。你看就熟了，它就这样啊，你看熟了，不要太近。太苦了。啊，没有，它熟了啊。这苦肉了，香啊。苦的香了，你吃看看。你吃看。想吃看这个。你是啊，这。好吃哎。啊。苦吗？苦吗？好吃哦。够呀。Very good. 来，你看那个红红的。你们跟猪也是很多。红的就是比较甜啊，白的就是苦了。这个是刚才我讲什么？什么？山榴莲啊，山榴莲啊。从外面买不到啊，这个。不错。有卖啊。它的刺长长的那个，好跟别的不一样，是哦，这比较难开哦，这边有点烂，哦，刚刚掉的、啊，不是。山榴莲种的，山榴莲种的，比较干哦，没有这样苦哦，啊，没有这样苦，干。带点甜味，甜味。不要吃一滴看。你吃一滴看，我吃哦，我吃。是这个榴莲当早餐的呀。我每天是这样。这是哪一个？哎，第二个。哦，对卡。这滴好吃哦，这个绵绵的。啊。嗯。嘎嘎。你去找 SO 啊 ，SO 很少啊。你找那个喝酒 SO 和泰王烤料的那个柱子，小小不柱，皮又薄，肉又厚，吃两包都饱饱了，纸小小厚，肉厚厚。哇，吃到，所以那个比较苦哎、欸。苦，苦，这个就带苦了。你给小孩子吃，他吐掉。没有哦，他们也是会吃苦的嘞。好吃，这样子都好吃了。住鸡，住鸡，住鸡。这个汤很好吃，来吃，真的，新鲜的，这个真正的德卡，就记了这个，德卡来的，真够熟，够味道。